王思聪是谁？那可是首富之子，可以说在中国一群富二代中，当属王思聪最得瑟。但是人家有得瑟的资本啊。由于王思聪的得瑟，于是外界对王思聪也有很多的评价。在众多评价当中，换女朋友如换衣服这条是众人最认可的一条。钟爱网红的王思聪更是被称之为是网红收割机，可以说只要是王思聪看上的女人就没有弄不到手的，而且还是觉得腻了就甩。可以说被王思聪甩掉的女人没有一百也得有八十个了。那么王思聪那么多前任当中有甩掉王思聪的吗？别说还真有，这个人叫钟露纯，曾经参加过中央电视台 CCTV 模特大赛，是一名身材超有料模特，而且长相还清纯，完美的诠释了天神的面孔魔鬼的身材这句话。可以说钟露纯在王思聪众多前任当中都是排得上号的，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皆是上上之选。但是据说由于是钟露纯先跟王思聪开口说的分手，于是钟露纯是王思聪前女友这事就没有被传开来。不得不说这年头竟然还有女人舍得跟王思聪说分手，当真是有颜任性。其实说到王思聪的前女友，估计大家都数不过来了。凭借王思聪甩女友的速度，一年到头十来个肯定是有的。这次钟露纯甩了王思聪，估计也是给那么多王思聪的前女友出了口气。不过说真的，这钟露纯颜值是真的高，比起范冰冰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而且论身材范冰冰拍马也追不上钟露纯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王思聪也有留不住的女人，他是甩王思聪第一人，美貌不输范冰冰，